懂不懂各位？我现在才发现你们的投影机还蛮高档的，流明数还蛮高的。真的吗？是哦。你们把门窗锁好，如果离开教室的话，这个一台拔走可以卖好多钱。自己拔，我想买点锁。我是锁门窗子，防君子不防小。也是啊，啊。他们要偷的话就。真的要做也没办法。好，各位，我加到第十一毫升的时候，容易会变什么性？碱性。碱性的时候分态成什么色？红色，自己写。就直接跳红。对对，马上就会变红色，这个时候是碱性了。这时候变碱性哦，加到十二毫升呢？一样，所以也是成红色。了解吗？了解。好，那自己注明完之后，第二小题，反应前的氢氧化钠刻度，你加了多少毫升的氢氧化钠？我们一开始用了多少氢氧化钠进去？是不是 15？ 课本刚是不是写 15？ 对哦，先写15。反应前是15毫升，总共用掉了几毫升？十二，总共用掉了十二，所以反应后氢氧化钠的刻度应该是三毫升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我再念一次哦，反应前是十五，反应后是三，那用掉的体积是十二，了解不？再讲一次哦，反应前刻度是十五毫升。反应后是刻度是三毫升，所以你用掉的话，体积应该是十二，了解吗？了解哦。好，反应前，如果你把这个锥形瓶里面的盐酸拿去用温度计来量的话，请问你是什么温度？室温。室温，好，自己写。如果你用温度计去量盐酸的话，是室温。那你把一m 的氢氧化钠一直滴滴滴滴滴滴进去的时候，试管的那个锥形瓶的外面的那个外壁会怎么样？摸起来会怎么样？会热热的，是不是？还是刺刺的？啊？不好笑。你又知道我在讲什么了？什么？与龙共舞。好，没错，还蛮厉害的。好，会发热。好，会发热。酸派热。一个龙虾。对对对，那是法国设计师 Sidon Police 的作品哈。好，以温度计测量它的温度会大于室温，自己写。以温度计测量它的温度的话会大于室温，因为它是放热反应。好，再来，龙虾酥。是不是咸虾酥哦？脆皮酥，脆皮酥，小瓜呆。他的西装跟你的电脑一样都剪。啊？他的西装跟你的电脑一样都剪。会怎样？都一样是剪来的、啊。哦，剪来的。还有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东西啊？神港骑兵是不是？来，酸加碱等于什么东西？酸加碱等于。酸加碱会有什么东西？盐加水。好，那如果刚刚我是包的、啊，关系我自己财务。好，注意听。那如果反应完之后，是不是剩下这两个东西？对。那加热之后把水蒸发掉，剩下谁？盐。剩下盐，盐发什么颜色？白色。白色，自己写。白色。第三题，残余物的颜色是白色。是的。听懂吗？赶快写哦，书写写完了。好，问题讨论第一题。请问你，我分态变色的情况是什么颜色变什么颜色？无色变红色。好，无色变红色。第一题，无色变红色。
那这代表着什么？酸碱值。不是，自己写。这代表着酸碱中和。对。这代表着反应已经达到了酸碱中和。哎，你注意听哦。你看一下左边那个表格。酸碱中和变中性的时候，是不是十毫升跟十毫升？那再多一滴进去的时候，整杯容易是不是变碱性了，然后就变色了？是还不是？是，那一变色，你就要把那个滴定管，你就要马上停下来，就不能再滴了，了解吗？嗯。听懂吗？懂。懂哦。好，所以第一题就是这样子，无色变黄色，那这样子代表着反应达到了酸碱中和。第二题，盐酸跟氢氧化钠的反应的时候，请问你温度会怎么样？上升不变还是下降？上升。上升。因为酸碱中和是吸热还是放热反应？放热。放热。好，会上升，因为它是放热反应。有没有人没有带记录簿的？应该也从来没带回家过吧？好，第三小题，盐酸跟氢氧化钠混合之后，蒸干蒸发了，那所产生的产物是什么东西？盐巴，氯化钠，自己写氯化钠固体。氯化钠固体，写氯化钠固体。哎，写好的翻到封面，我教你一个超难的东西。蒙面。封面啊，蒙面，假面嘞。啊，翻到正面第一面。我教你一个超难的东西，这三个字。穿透吗？无家鬼。哦，这三个字，请你把它写好啊。还有人写吴老师哦，我不叫老师，我叫江阿伟。吴老师，吴老师。吴海。自己写好吗？然后你就是看到就没有人写。不是没有人写，都乱写。你家会不会骂的？你家会骂的。我用他讲无尽机。好。喜欢的收起来。我们要继续往下讲。酸碱中和我讲完喽。下次会考试哦。来。啊？下午就考试啊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来，我们再讲第二个部分。生活中的酸碱中和实际的例子，我们这里大家把25赶完了。对，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酸雨，有辐射吗？没有了，那酸雨哪有辐射？现在有辐射。来注意听，空气当中本来就含有。空气当中本来就含有 CO2， CO2 是什么东西？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跟水氢一结合会变成什么酸？你喝可乐的是什么酸？碳酸，很好， H2CO3， 这叫做碳酸。赶快写哦，这个部分就没有计算了，这个部分就是背记的部分哦。也就是说，将来你考试。我会考这个部分，如果你低于60分，我就会麻烦你抄笔记哦。只要是不是计算的部分，你考试只要出问题，我就是麻烦你抄笔记啊。好，我们下午继续上。